1919年3月，24岁的徐悲鸿作为中国公派美术留学生第一人，搭乘一艘日本轮船从上海启程赴法国留学。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个令徐悲鸿终身难忘，然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于蔡元培介绍，他见了那个教育总长傅征祥。 傅征祥，他介绍咱们当时说徐悲鸿画画画的很好，这个要准备就是出国留学。教育总长就也就是这个说，这当时咱们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在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要首先派他留学。但是发展留学生名单的时候啊，没有悲鸿的名字，悲鸿非常气愤，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教育部长傅征祥先生。 说我原以为你是个读书人，啊，没想到，啊，你也那么虚伪。既然你不准备派我留学，那你当日为什么要以甘言诱我？不久以后，听说教育部还要派第二批留学生，啊，背后就托蔡元培先生。 去跟傅征祥先生讲，蔡元培呢就去了，回来以后跟悲鸿说，傅征祥先生很生你的气，你那么责备他，但是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造就的人才，他还是不惜诺言，我答应派你去。悲鸿当时非常感动，就跑到傅征祥先生那里去，向他道歉。 傅征祥先生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那悲鸿说他感到自己无地自容，啊，从那以后，悲鸿跟我说，从那以后，他感到对人要宽容。5月的巴黎风和日丽，凯旋门下，徐悲鸿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求学生涯。 他带着妻子蒋碧薇参观巴黎的各大美术馆，用心感受着文艺复兴以来绘画大师们的杰作。随后，他进入苏里兰大学学习素描，之后又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精心考察后，徐悲鸿发现，博物馆里的艺术作品往往通过人物反映社会形态。相比之下，中国画从元代以后就脱离现实，只关注山水花鸟，人物画日趋冷落。 悲鸿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大量临摹和研究这些作品。你说我父亲那个时候在法国那么艰苦，他早上6点钟到罗浮宫去临摹素描，一天整整一天，就吃2片干面包，一口水都没有得喝，就拼命的在那画。 早上一直画到晚上，就吃2片干面包，就这么坚持一天。一直到这个人家那个看门的要关门了，把他撵，说我们要闭馆了，希望你能够走到那个时候，他还舍不得走，那样的勤奋。但是他在巴黎很用功学习，就拿画这个人体来说。 素描人体，他画过1000幅以上。现在保留在我们馆里的还有好几百幅。徐悲鸿还发现，西方造型艺术可以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人类各个方面的生活，尤其是现代生活。悲鸿在反反复复的苦练中总结出，素描技法以及线条的明暗层次是造型艺术的关键。 这些体验后来发展成为奠定徐悲鸿美术教学体系的基石。他不认为素描是西洋的，他认为是世界性的。他认为素描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素描它就是科学，它引导你正确的观察客观事物。所以我觉得他是观念很对，而且到现在来看还是对。 那现在的全国的美术学院，没有把素描丢了，在齐白石他都讲了，他说我可惜了，
生得太早了，我要晚生20年，我要跟徐悲鸿学素描。悲鸿来到巴黎后不久，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一大批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徐悲鸿常常和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祖国的前途。徐悲鸿还认识了在巴黎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和何长工。正是在这个时期，徐悲鸿毫不犹豫地选择并且确立了写实主义的艺术观，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整个一片欧洲所谓的当时的繁荣景况就是现代主义，但是徐悲鸿没有学现代主义，他觉得那是赶时髦，当时他觉得那个东西不能振兴中华艺术，不能够表现中国的现实，也不能表现中国人民的苦难，也不能表现中国人民内心的志气。如果表现一些无聊的感情、卑微的感情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个东西，要以那个振兴中华艺术，难以想象。不是说小情小景不好，不能画，也不是那里没有艺术。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一个国家，你看，它是有长城的国家呀，中国有中国的气派，徐悲鸿。他一直追求的是和中国这个国家伟大的历史、伟大的民族相匹配的这样一种艺术。你想那时候五四运动以后，那五四运动的思想就是新思想，是吧？五四他提倡民主、科学、反封建，那么在艺术上反封建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国画里头它有一种叫做模仿，这种就是因袭模仿，没什么创造，那种这个那种假的吧，那种东西但应该要反对了。留学欧洲8年的日子里，徐悲鸿不仅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观，更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改良和振兴中国美术必须从教育开始。他省吃俭用攒钱来到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搜集和临摹艺术精品，以备将来之用。在德国这个马克贝泽的时候啊，他买了大批的这个资料，就是德国印的这个画的就都印得很好的世界名画了。他给我一看一本目录，那么厚一本目录，他说这样子，我这个上面一个圈呢买一张，两个圈买两张，最好的四个圈买四张，就这样子一个上一张张圈过去一大堆，他说叫人家挑担挑回家里来，是吧？这批资料有大木箱，有40个大木箱了。那么在重庆呢，我全部帮他拿出来翻看啊，晒一晒啊，瞅一瞅啊。我都看到这些东西呢，全部送给中央美术学院的资料室了，全部送给那里去了。1927年，踌躇满志的徐悲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在上海，他加盟了由田汉等人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目的是要培养能与时代共痛仰而又有真才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新时代之先驱。当时田汉是一个党的地下党员啊，这所学校呢也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学校党员很穷，没有经费，所以徐悲鸿在那里担任美术系系主任，完全是尽义务的，没有钱。但是他跟田汉的这个交往非常之好，互相理解，共同的希望在这个艺术上
能够走出一条光明的路来。当时在这个南国艺术学院的还有欧阳于倩啊，以及其他许多比较进步的教师。这里就是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的旧址，徐悲鸿当时担任学院美术系的主任，他把自己在欧洲收集的书籍和图片拿来供学生翻阅和临摹。著名画家吴作人、刘如礼、刘易斯等人就是从这里起步踏上他们辉煌的艺术之旅的。在这间画室里，徐悲鸿开始构思和创作取材于《史记》的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不久，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聘请徐悲鸿任教，于是悲鸿每半个月往返一次，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同时继续创作《田横五百士》。历时两年的艰辛，徐悲鸿终于完成了这幅油画力作。徐悲鸿的次子、中央美院徐庆平教授给我们讲述了这幅作品的故事。画的主人公是田横，这个故事是《史记》中间的，描绘当时田横在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呢，他带了500个人，当时是住在一个岛上面。那么汉高祖就知道他很得人心，所以写信给他，啊，要他到洛阳去。去的话呢，就可以给他封王；如果不去的话呢，就派兵来把500人都统统的杀掉。为了保存这500人的性命，田横答应前往洛阳。这个画面表现的就是他和他的500壮士进行最后告别时候的啊这个动人的情节。田横走到离洛阳还有几十里的地方，他就要求沐浴更衣，然后就拔剑自杀了，表示自己绝不投降。随同他前往的2个人呢，啊，去见汉高祖，汉高祖把这个田横的遗体呢用王礼来安葬，并且封2个人啊，随同他前往的2个人呢，做大官了。但这2个人也就在埋葬田横的时候呢，拔剑自刎。岛上的500个人听到田横去世的消息，全都拔剑自刎，啊，没有1个人投降。徐悲鸿他花了3年多的时间啊，来完成这一幅巨作。就是要用油画来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高风亮节。1929年9月，由蔡元培先生推荐，徐悲鸿离开南京，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到任之后，徐悲鸿提出一系列革新的主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木匠出身的齐白石，而且惊喜地发现白石老人的画高度提炼了中国画的特点，而且栩栩如生，极富生命色彩。徐悲鸿立刻决定聘请白石老人到艺术学院来任教，但是此举遭到保守派的围攻。有人责问他，让木匠也来当教授，到底要把北平艺术学院搞成什么样子？悲鸿的改革计划受到挫折，他只好拂袖而去，返回南京。